辱没四文，枉读圣贤书，无耻至极，下流至极！我怎么能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下作事来？我又不是你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廉耻吗？不是不是，林姑娘，是在下辱没了你，在下情投意合，男欢女爱，怎么就成辱没了？不行不行，没有婚约，没有媒妁，是万万不行的。 况且，你是我案子的苦主啊，我怎么能把你……行不行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不喜欢我吗？在下不敢唐突林姑娘。敢不敢？我现在都是你的人。 我喜欢，我愿意。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在下不怕，在下只是觉得所做的事情。 你要是还不回过神来抱我，才是真正的失礼吧，林姑娘。佳洛，我愿意。 能跟着你，我甘之如饴。多大？ 20来岁，叫什么？柳林。你远房亲戚的女儿？是。来投奔你？是。最近实在太过繁忙，公务，思来想去就想到了麻烦哥哥。你是不会撒谎吧？啊？你远房亲戚怕是还不知道你已经从狱中出来了吧？ 你是旗人，什么时候有汉姓的远房亲戚了？20来岁的女孩，你远房亲戚这么放心交给你？啊，你别啊了，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即使你让我帮忙，我肯定答应。那就多谢哥哥了。不过我不方便说是帮你，你把他交给我，那。 就说是我的朋友好了。他读过书吗？哦，读过，读过。他也是浏阳回来的。那好，那就是我浏阳的同学了。乌兰山格格。对。你，不是我看不起你啊，就算你是个四品带刀侍卫，跟格格离得有点远吧。认识很久了。 从小就熟，算是朋友吧。你们这个封建王朝很少有主子和仆役能成为朋友的吧？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乌兰山是在英国读书，跟其他哥哥不一样。那他当年没有跟你们一起变法？他是女人。女的怎么了？之前垂帘听政的不也是女的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到格格家去，你直接给我送到刑部大牢不就行了？ 你现在直接告诉我菩提封印是什么，我立刻放了你，不是更省事儿？那我还是去格格家吧。赶紧收拾收拾行李。哪有行李？你记着，我会派人在暗中监视。你若是想逃跑的话，就别白费力气了。穆清大人，外面有日本人，有荣天岭，还有北洋，我落到谁手里都一样。倒是落到你手里还算好一点，毕竟你不是寻常的鹰犬。
记住我跟你交代过的，去了乌兰山那儿就说是他刘洋的同学，切记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。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说了好几次。哎，那乌兰山总知道是你让我去的吧？废话。